好几下就分开了，在这儿你看你分开了，在你看分开了，是吧？到这儿来它就不会动了。你去找它这个点，这是这样的，这是哑控啊，就在这个时候你反。完了，他这个球是很结实的，你就把它，你看它打不动它。哎，关键了也。但是这一动跟纯阴阳的，你看，就是它这一翻吧，你推我那是，还真没劲儿。看往这一翻，啊，哦，注意。 找不着的话，它就推上了，懂了？看，掐着这个劲儿，你再试试。看这个手，现在是顶着，就是不能让你着力。你真的碰推上的话，你的力比我是大的。但现在你试，它有一个位置。 非常重要的，推的，推的是，你看，在这一点，真推不了了，啊，这个地方用力，你可以，你试吧，随便试，你看这一动劲儿，是吧？我把这地方一调，它调到这儿了，这是我们的出收。 出收呢，这个动作也做的不对，你是，我怎么出收也收不着它。看这个肘，要求呢就是外面分里面合，外面分什么意思？这个手要打得很长，里面合呢，里面就得合在一起。如果里面开了，你看，你推吧，你看。 腰里面开了没劲儿，这个手出不去，你是在这儿也没劲儿，这腰你看合上，手出去，他每一个人的风格不一样，那个，吉利那个劲儿比较直。 陈旭这个劲儿呢，总是比较麻利，你看他这个很难找到，他这个劲儿，啊，那也得去找，找不着的话，你看你是推不着了。你像在这儿给你在中间轴上打这个轴很难打吧？你转它，转这个东西吧，它很难转，因为你看这就跑了，没转着。 哎，放开哪儿去试试？嗯，是吧？放、哦。你们看一看他这个弓轴的什么地方？陈旭大致是用的这方法。嗯，啊，你找不着这个轴啊，但是找不着的同时，有的时候他能找着。你看，这很危险，这样。哦 因为打上之后你会，你自己应该化不开，你会受伤的。嗯，这个比较难，是因为它你很松。嗯，你看这么打可以跑了，你需要锁住它，这一锁这个腿要起来。嗯，这你看。所以有些动作呢是，哎，你们是。 不能打的，看到这儿，这就是发出一个劲儿，如果发三个的话，这个劲儿是不行的啊！进攻水平，哎，好。